她的贵妃妆造呢？表现得不受宠嘛。服装都住不起了吗？明玉，给我添些炭火，冷。啊，好歹还有宫女啊。好的，娘娘。什么意思啊？她因为失宠疯了。明玉呢？开掉了。啊？哎，暖和多了。少一个演员呢？哎，你看，皇上来兴师问罪了。不要转移话题啊！他不是兴师问罪吗？是的，这是家丑，最好不要让别人看见。所以这一个人来，他好像知道我会说什么。孤家寡人嘛。哎呀，我看着都累呀。皇宫好大呀！这是皇宫吗？皇上驾到，这么可怜的吗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